当我出门被普信秃头相亲男围堵时，哇，这人怎么像绿头苍蝇一样走哪儿盯哪儿？老娘今天一定把他吓退！回消息，丫头，别跟我爱欲擒故纵啊！我先打上车了。你家没有镜子，也有尿吧？啊，你撒泼尿照。那个什么，我朋友生气了，我在厕所里加油呢，等我二十分钟啊。不会是我看上的丫头，这么的女主人，不要二十分钟，我在过个路口就到了。你脑袋被猪啃过吧？我朋友先掉厕所了，去捞他啊！再给我十分钟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们今天不点菜是不能做的。嗯，我点了，在那点，我在这等人呢。不行，我们有规定。嗯，不好意思。我转100给你，多吃点，毕竟一个人长得很辛苦吧。你在跟我表白？等着，我已经到了，马上进咖啡厅给你个拥吻。哎，美女，衣服借我穿一下。哎，秃头，老娘在这儿，咱们谈谈。